Hello, welcome back to Fiat Official。今日就我哋幻想铁路嘅第70集，就系介绍牛头角站。咁而家就喺观塘线观塘站、观塘线嘅月台，上次完结嘅地方。咁我哋咧就唔拍卡啊，直接去搭呢一个观塘线嚟到一号月台，往中环南赤柱方向，下一站就系牛头角站啦。下一站牛头角，乘客可以转乘南九龙线。下一站牛头角，乘客可以换乘南九龙线。Next station, 牛头角。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South Kowloon line.好啦，咁由牛頭角站咁即係底色就係綠色啦，咁就呢一度咧個站咧就當係翻新咗之後咧就油綠咗少少，以前舊嗰只咧就係黑色嘅，條柱就黑色嘅，咁就翻新咗之後咧就電梯圍咗啲玻璃同埋顏色嘅牆啦，咁呢個站咧就用咗綠色塗瓦嚟做呢一個站嘅底色，咁咧就一號月台往康城，二號月台往中環南同埋赤柱。咁呢度咧就有垃圾桶啦，二号月台就去中环南赤柱，一号月台去康城，系啦。就跟住咧就得一组电流，跟住交叉电梯，系啦。就嗰个电梯比较少啊，我哋落去啦，调转咗，嗰边先系落去原来。好啦，咁落啦，落咗嚟呢度啦。咁呢个咧就系大堂啦，大堂咧就好阔落嘅。咁我唔明点解佢闸内系冇商店嗰只啦，即系佢啲商店系摆晒喺跨闸嘅，同埋闸外。咁佢个咁大嘅空间用嚟做咩咧？咁我就睇唔透嘅。好，咁就阵间先嚟睇大堂啦。我哋落埋去睇下面嘅南九龙线月台啦。南九龙线月台咁就更加阔落，因为中间乜都冇。咁就未通车啦，所以控制中心之类嘅嘢咧都系未起好嘅。三四号月台都系去坚尼地城，因为佢哋以牛头角作为总站嘅，啱啦。好，咁就得一组双电梯咁样上去。咁就如果你去转呢个观塘线，你就要行上嚟呢度啦。好，咁就闸内就有个厕所，我哋就由嗰边搬咗嚟呢度嘅，因为太逼啦，实在。这个公厕就大家都应该知道，死了入错厕所，跟住仲有个地下尿兜添。好啦，咁就呢度咧就有个客务中心，就跨在中间，然后咧就嚟出闸啦。呢度咧就有个轮椅位嘅双格仔，出闸咯。咁就到商店啦。首先這一間呢一间就是 ABCDEFG 旗艦店，賣旗艦的 Win10 產品 Laptop， 跟住就過返去那邊就有這個中端便利店旗下的唐總萬歲手搖奶茶專門店，用了1號月台往康城，2號月台往中環南或赤柱，3號月台往堅尼地城，是啦，就珍珠奶茶300元，黑糖珍珠鮮奶就360FFFFD 啊。好啦，那就他打錯了，呢间系 A B C D E F G 嘅烧味，咁就有呢啲我哋之前喺观塘站都见过啦。咁总之系 Andrew 肉呢个发酵味道都系唔使钱嘅。好，仲有一间就系 Tuco 体验店，C 9 Pro 全部都系死 C 9。好，跟住隔篱呢一度咧就有一个幻想通办理处，芒果电信 Mango Telecom， 咦犀利喎，竟然度到威嚟办自动签证。好，跟住 HL 咧就去創記之城嘅，冇起到啦。然後咧 B 出口咧就係呢一個，唔係係啦，係 B 出口咧就花園大廈，咁佢咧就連住落去嗰、那個連住落隧道嘅，咁佢攞落個隧道先啦。呢個咧天雪白浪起，但係佢嗰個方向唔係起得太
唔係起得同現實有啲相似，咁我哋唯有當重建咗啦。就佢咧嗰個角度，你係當咁樣睇嘅要 B 一就同 B 二呢度咧就咁樣嘅，跟住 B 三、B 四就喺呢一度，所以你係要打車過人，你先可以明白佢而家係做緊啲乜嘢咯。系啦，即系咧 B 五 B 六咧就系要跨过个地铁站啦，过去观塘道嗰头，系咪观塘道啊？系咪我呢边南嚟嘅？我都唔知啊。咁你跨完呢个牛头角站，我哋上翻去啦。咁就呢、這个就系 B 五嚟嘅，冇打到添。咁最后一个咧就系 B 六啊。咁当然个方向都系错嘅，因为我啱啱睇咗车站指南就已经知道系啦，错嘅。好奇咁就仲有一间咧，就系呢个鸿福堂嘅观塘道分店啦。总之我都唔知系咪观塘道啦。好咁就呢间就比较大啲嘅露天夜店啦，外国风少少嘅。好咁就而家呢间鸿福堂特别之处就列明晒所有鸿福堂嘅嘢，包括有清热凉茶300蚊，金桔柠檬450，清热解茶300，去油解茶330。风湿解茶600，痛风解茶660，过敏解茶即系你可能生风疹嗰啲都可以饮嘅1000蚊，普通解茶300，洪水桥洪福堂咁样嘅洪水桥解茶1200，木土鸡茶本店之品啦3300，清热豆浆660，鲜奶解茶1200，即系奶茶，不过系健康嗰只，洪福小食660，洪水桥小食1200。清热青瓜660，青木瓜盘拼盘或者青木瓜盘就990。咁呢间大嘅支持咧就佢可以堂食嘅，系啦，三部机啦，总之咁呢间仲有唔同就系佢唔系净系得雪藏饮品啦，佢仲有呢啲佢可以整小食嘅呢间就，因为佢有炉啊，个厨房可以整大少少。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嗰个牛头角站嗰个介绍啦，主要都系呢一间鸿福堂比较特别啦。同埋嗰個隧道起錯曬啦，我都冇嘢講。跟住呢架車唔知喺邊度嚟嘅，喺呢度啊，唔知邊個咁多事啊。好啦，咁我哋牛頭角站好簡單咁樣就介紹完啦。中意嘅話咧，記住撳下隔離下面嗰隻大拇指啦。未訂閱嘅朋友記住訂閱翻入 official。撳響隔離個鐘仔，當 FFV 一出片嘅時候，你就可以收到即時嘅通訊。贊好輝日 official Facebook 專頁，加入 Facebook MTR FF 群組、FFV 追蹤群組，加入 Discord。兩日之後就介紹九龍灣站啦。九龍灣站特別之處就係嗰度係我哋 FFV 高層嘅一間屋企。好啦，咁就呢集就嚟到呢度啦。我哋兩日之後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see you later， 實完啦，再見。